占领行政院，仅强力镇压驱离。太阳花学运黑色岛国团体前晚7点率领学生突袭行政院，原本在立法院前的上千群众迅速攻占行政院。行政院下达驱离命令，大批警力前晚11点集结，准备攻坚。警方强力镇压，造成多人受伤流血。驱离行动持续六波，到昨天凌晨5点多进空占领行政院的群众。要拖，大力拖，我们手无寸铁，他们不知道拖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